嚣张跋扈。军武官怎么接了？路还长，别太长，一伤兄弟一起闯。这和我一个个能着呢，管你！我闭嘴、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我们的后台呢接到了这么一位小粉丝的求助，他今年16岁啊，上高中，在他们班级里面呢有一位学霸，并不是学习好的学霸，而是那种嚣张跋扈的学霸，自称这所学校的扛把子，他叫哥。那平时呢拉帮结派，向身边的同学啊收取保护费。这个是哥的朋友圈，路还长别太狂，一生兄弟一起闯。那我们点开看一下啊，全部都是一些他这个年龄这孩子不应该做出来的一些事情，光着身子赤裸上身的啊，叼着烟的啊，在他们16岁这么一种年龄。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驱车去这找一下这个哥，如果能见到面啊，我们一定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。就你啊，你就就我怎么的了啊？你也不怕啊？我们这一大帮人围着你啊，怕那都什么？不是我一个个能是呢？哟，你怕不怕？那您找我们什么事？找你们没什么事啊，那你离远点。你是带头是吧？那你个不服是不是？那你个那个给我上来，不服我一个个我能的，你信不信？我放开来，放开我！那孩子呢？孩子跑了？别管了！来来来来！这啥？你出来拿两个擀面棍在这个地方？别动！掉下来摔的是你自己。你咋这么厉害呢？你啊，你多大呀、啊？你啊，熊孩子！有什么放下来，我弄死你！放开我，弄死你！跑来跑来，像节目。老师，你别玩！小心小心啊，小心身后啊，小心身后啊！来靠这边来点。哎哎哎，别撞了，别撞了！来来来来。不是你个屁大孩子，你带这个东西干什么啊？你伤人怎么办？你妈还抢、啊？把双节棍还给我！你还那么大了个脾气啊？你还没挨揍挨过、啊？多大了孩子？他妈你成天现在不上学，你拿这东西捂着什么？装什么黑社会啊？这谁的衣服？这是你爸的衣服啊！我闭嘴！今天没动你是你命好，踏入社会以后你还出这么个熊样的话，你早把他挨上。你凭什么去欺负别人？就因为你会耍这个东西你就欺负别人啊？你把人早餐费要过来以后你干嘛去？你上哪去啊？我说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别给我咬嘴！知道知道，打电话把你爸叫来了，叫他过来接你走了。不要假装了，我以后改你坏还不行？混混什么混呀！你个屁大的孩子，你是不是不要命、啊？你看身后，这么高的地方怕不怕？啊！怕不怕？哥，我知道错了。推下去吧，怎么怕不怕孩子？哥，我知道错了，哥。知道错了就你爸还没换啊？你要说，我是那个他的朋友，你现在。不管改公司啊还是在家里面，赶紧过来一趟，这得有点事儿的跟你说啊。好好好，尽快过来吧。来，给你爸把定位发过去。爸，你好，叔啊，不是叔嘛？是这样的，这事你知道吗？是这么回事吗？教育孩子不是这么教育，不听话，不听话，你也不能跟人动手。孩子从来拿这顿干什么呀？从哪来的？哎，他小时候不是身体不好吗？我给他拿了健身吧，拜个老师去学了去。我觉得呀，孩子现在变成这个样，在家里面有很大的原因。他不懂，你得教他。我告诉你啊，武术是保护人的，那叫武术。那说您带他回去吧。
行，好了，你别跟人动手，一定别跟人动手。啊，行行行。哎呀，又是一起这关于算是校园内的事件吧，啊，反正希望校园暴力这种事情呢，可以远离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因为它不仅可能摧毁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，更有可能是摧毁一个家庭。